在市场上来讲，我们这个 C919 我想首先是满足我们国内的需要，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市场，民航市场是中国世界最大，需求飞机最多，现在每年都是两三百架的引进飞机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像我们这么的需求飞机，所以说我想我们现在是立足国内市场，面向全球市场，这是我想对919的一个定义。